我没想到你们会玩那么久。因为我之前跟别的群玩，他们都是疯狂抢车，就很快。我没想到你们都是在杀人没有抢车，我就是一回合杀了30多个是怎样？有人在发泄有没有？而且继续，赶快回家。我们这回合赶快结束。让我们来痛打他们。我不打志玲姐姐，因为她不打。专打那个假警察。欺负。我打那个抢车的。我就不打那个警察。谁抢车我打谁。我打抢车的，打啦！哦，打啦！打抢车的，打我干嘛？假警察！警察，我不打你，你打我啊！这个都是警察，直接打我！警察在执法有错吗？打我干嘛？抢车的是警察在执法有错吗？打他！那个白痴进去了，一杆进洞。快抢车！赤血快跑！小心很多人赤血！快抢车！对，又是这个假警察，打那个汽车的。啊干！打不赢就打不赢假警察、啊，跳出去了！我们想办法爬出去，快点！你看，现在是我们2分，他们耗时间，他们容易输。哦，对啊。哦、我们尽量杀他们，等我。呀，假警察来了，都没有人去关心他、啊。我们去占领中间，守住中间。假车怎么不见了？他被人家开出去。哎、欸，躲在你们家里，不要让 JJ 靠近。专打假警察。嗯哼。嘿嘿，想让顾姐姐杀我！嘿嘿嘿，为什么又有那个啦？两三拳！不要过来啦！这个间谍，这个间谍，假警察在打我，在他们家，对呀、哦！我有直升机啊！对哟，谁要打警察？我在他们家休息，他们还打我。哎、欸，真的，那有枪？怎么有枪的、啊？欠打！怎么有枪的、啊？痛！哎、欸，不要打在家过我的、啊，不是我杀的。你知道志凌姐刚进到我们，我直接牵进去就赢了，我就抽了。这些还来，不要靠近我队友，队友队友。阿姐打他，他没枪。两年级中间快，被平白无故打死，好可怜。还在直升机。快，回去快！不要靠近我队友。哎，我以为那是队友哎、欸，之前我以为是队友，然后我就没有打你。还是在直升机是。嗯，强是本身就有的。打他，打他！哎、欸，救命啊！打他！那我们就打人劝打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人在外面啊？哎呀，劝！我觉得我们都是玩打人的。哎、欸，玩很久哎、欸。然后蓝队还零分，去死！我们这边还零分，快起回来，赤血快！林志玲，你那个王八蛋，你打我干嘛？我都跑了。赤血，我帮掩护 cover， 我要打你，小心，我帮解决里面那一只。快打那个挡人机！阿姐，被围殴啊！
我在打后面的警察。靠埋剑啊！警察一直被我有马靠腰。我是很喜欢打你。哎、欸，我这两个一起死啊！为什么有人两个？直接不会骑，快会骑的，赶快去帮忙。手加。空中来跌倒，他跌倒了，快！想干嘛？把这些杀掉。想打我们伙伴，开干给我跑！打他！骑这么慢呢、啊？去死啊！刚刚一直打我。快点去，快点去！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、啊？车子卡住了、啊。上去快点！真的卡住了、啊，还是坏掉了，坏掉了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打错了呢。哎、欸，那车子骑到外面了吧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有人骑到外面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个车子是假的。这车子在外面骗的。怎么这里还有一台掉出来的、哦、八个吧。林志玲，你看看能不能骑？对啊，不行。哎、欸，下来，不要上那边啦！欠打，赚杀人士，对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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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他骑回家，他骑回家。欠打，为什么不能闪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打我，我都不能按空白键闪啊？问题，你来我家做什么？你一定是间谍，打啦！间谍，打爆你！看间谍，你警察很可怜嘞、欸！这里，救命啊！哎、欸，看，晕倒！走开啊，警察！打那个警察、啊！走开啊！你干嘛过来啦？心肝计算，我打队友哎、欸！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快哦，快快急快急！我在家里打队友啦。对，我们前面有人呐、啊，我打不赢。怎么这样？我也会死吧？哎、欸，我赢呢、欸。有颜值。刺激快，刺激快，跳，直接跳进去。嗨！我不会骑脚踏车。不会骑脚踏车就给我下来！假警察，不会骑给我下来！哎、欸，还真的下来！脚下，那太多人，对，我都上不了，上不了车啊！打他！想想快回去！救命！这个警察又打输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要去帮你，我也被干掉。我被平常打是怎样？行，可以吗？林志玲，卡住！在打吗？为什么都在虐杀我啊？警察有错吗？在 GTA 警察就是一个错。GTA 警察有错。他们要骑回去很快。我们差一分就赢了。要抢车的意思。我们差一分就赢了。我要被围殴了，四个人。比中指啊！打啦！我刚刚在建筑物里那个，哎、欸，跳过来妈的！你就是警察，李星比中指，李星，警察有警察，先打屁呀、啊！我要追他啦！别围殴我啦！你妈的！哎、欸，这警察都来追我，被我打死。都被我踹翻天了！
好惨！为什么这么多下都不死？连敲到底怎么敲啊？对，要按冲，要按续补。哎，我卡到他了，队友。嘿嘿，嘿嘿嘿，这里面是我的天下。没血。来过来。我要跑了，说你不让我打，你干嘛一直打警察啦？哎、欸，怎么看我瞄到你啊？自己干得好，赶快赶快回去！被我拉拉快快快快快！我们拯救拯救，把他挡下来快！冲啊！哎、欸，我被围殴，好一次三个人打我是怎样？竟然这样延误延误！哎干干！谁骑谁跌倒！快，这份赢了，我们就赢了！把他爬下来！加速加快！快回家回家回家！快，我们要赢的！快手加快！嘿嘿，结束了，终于，我累死了，感觉超累。感觉他被针对啊，死那么大。那个336次会不会太认真了、啊？夸张哎！339次。